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05面，605最后一行。纯净文火，纯为纯也，好也，净清洁也，纯净指内心之清沾利口，温者良也，善也，和也，和者平和，温和指仪态之温良和美。我们念到这里啊，前面我们读到即发骨，见发床，这几句经文非常重要，我们今天生在乱世，整个世界社会动乱不安啊，地球许许多多的灾变啊，我们在这个几个月看到很多，无论是哪个国家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，对这些事情都非常忧心，都在想如何应对啊，如何能够消灾免难。让我们看到经上这六个字，即发骨，见发床，真的就能应对，就能达到我们理想当中的目标。借法鼓是什么意思呢？讲经教学，这是借法鼓啊。所以古时候包括日本，我这次到日本去讲经，日本法师告诉我，他400年前日本的寺院老和尚都讲经啊，还有古人的遗风啊。那么在中国150年前寺院都有法师讲经啊，虽然呢金蝉佛寺兴旺起来了，但是讲经教学还在啊，还是常常有。只是到最近150年金蝉兴旺了，讲经说法衰没了，没人讲了啊。那么从前的社会为什么那么好？讲经的人多，听经的人多，心地安定啊。儒呢，儒到处有私塾，有书院，规模大的是书院，小的是私塾啊。这些读书人在讲私塾五经啊，所以学习的机会多，很普遍呐、社会安定，灾难不行啊。因为灾难现在我们很清楚地明白了，科学家要告诉我们了，灾难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们心不善心行所感，不是别的，
心行要端正，啊，心地要善良，像此地讲的纯净温和，怎么会有灾难呢？不可能呢。啊，怎么会有动乱呢？也不可能呢。由此可知，中国千万年前老祖宗教导我们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讲经教学是激发苦，办书院、办私塾，啊，这个建寺院，这就是讲法创。那这是法创是学习的中心，学习的场所。激发苦偏重在老师教学，激发创建法创偏重在硬体设施。啊，那么今天激发苦建法场不必在寺院了，寺院几个人听啊？啊，一两百个人就不得了了。这是我们过去经历过的，我初学佛讲经，听众三五十个人。啊，到以后景美图书馆成立了，听众大概两百多人吧，不到三百人。啊，现在啊，这个建法场啊，应该是卫星电视、网络电视，啊，网络电视的成本低啊，效果跟卫星电视差不多啊，啊，全世界都能够收看到。现在要建这个法场，啊，那么建法鼓呢，我们要培养老师，要有人讲，啊。有少数人真修啊，讲得真好啊，天天在表演，天天在讲学，全世界人都看到，那这个效果太大了啊。我据我们的估计啊，我们也是有根据的，如果真的要有传统文化这个电视节目啊，有各个宗教讲经的这些节目啊，任何时间都能收看得到，我相信地球上这个社会，动乱的社会，应该在一年的时间可以化解，三年可以恢复正常啊，安定好些，不是做不到啊，激发鼓建法场就见到了，就可以做到了啊。效果呢，就是人人都能做到纯净温和啊，纯好啊啊。我们中国人讲老实啊，纯是老实啊啊，老实是一切安稳和谐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啊，人要学老实，老实的反面是雕花啊，我们要回归到老实，老实是心得啊，谁不喜欢老实，谁不愿意老实啊，本来是老实，现在学坏了，变得不老实了啊。那么教学是帮助我们回归到老实。静，清静啊，注解里面讲清静啊，纯净呢是内心的清湛离垢，沾也是清洁啊，像水一样没有污染，没有动荡啊，水是干净的，是不动的啊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啊。
啊，良，善良，内心清净，善良，和谐，这是指外面的仪表，就是说，清净心、真诚老实的心表现在外面，是温和的。啊，孔老夫子。学生，大家观察老师，肯定老师有五种德，他表现在外面，温良恭俭让，啊，肯定孔夫子，第一个是温和，对待任何人。他的态度、言语，和蔼可亲呐！啊，每一个人都喜欢接近他。啊，这是他的修养啊，内心的清湛、利垢，表现在外面，自自然然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就温和，仪态之温良。夫子除温良之外，啊，良善良，啊，恭，恭敬，对人恭敬，对事认真负责。这都是从恭敬里头来的啊，节俭美德了，不浪费也啊，让礼让，不跟人家争啊，别人要争，夫子就让，让比争好啊。那让我们不就是很大的损失吗？不是，这个道理只有大圣大贤知道，佛菩萨知道，越让越多。为什么呢？你让别人服你啊，别人愿意倾覆你。附近这些小国家啊，都依靠你啊，都愿意受你的保护，为什么？你靠得住啊，跟你往来大家放心，你不争啊。你看看中国唐朝的版图很大，你看唐朝时候疆域啊，西面包括现在几乎到伊朗啊，俄罗斯靠近中国这边全都是中国的附庸国，不是靠武力啊，靠中国帝王的德行啊，那是唐太宗的时代啊。啊，他那个东西从哪来的？群书之要里头学来的啊，他们最大的好处，学了马上就落实，他就用上了。啊，所以那种亲和的力量太大了，把敌人都看成亲人，化冤为亲，真变成亲人。真的相亲相爱了啊，化敌为友啊，感化敌人变成最好的朋友啊，这是外交里头最重要的两句话了啊。跟外面交涉往来，一定要能够用德行感召
啊，化敌为友，化冤为亲。啊，不需要用武力，不需要用手段，要用真诚心。啊，所以夫子这个五德是中国人多数大家共同承认的，也是大家必须要学习的啊，学温良恭俭让啊，这以后变成是君子之风啊。那君子的标准是什么？就这五个字啊，做到这五个字，君子啊，比这个更高的是圣贤即定明察。即定是清净，圣贤清净，即察是智慧啊，明察是智慧，有定才有慧。越是做大事情的人，心越要定啊！为什么呢？他一个决策影响的面太大了，影响的时间太长了，如果这个决定错误，受害的不晓得多少人啊！所以中国大人物啊，国家最高的领袖需要什么？需要定，需要清净啊，不能去扰乱他。他看事情不要看太认真啊，听东西也别听太清楚，只是找个抓到纲领就行啊，细是。细琐碎的这些细则，下面人做的。所以君王有权呐、啊，大臣有能呐、啊，大臣要办事。那些细则的事是他们的事情，君王不要。啊，君王的权任命大臣，他能够选贤与能。国家这些大臣办事人个个都有能力，个个都有才华，这国家治理得很好啊！啊，上面皇上的垂拱而治，没事，每天没事干啊，把它缩小，一个家里的家长要清洁，跟国王一样，一个公司的老板要清洁啊，你这公司会兴旺。授权给下面办事是下头人啊，他要能办事啊，你只掌握的权力就行，这是个总原则总纲领啊啊，所以领导人一定要急，要定，要明察。明是智慧，啊，即定者，社稷之理体；明察者，智慧之招用也。啊，明是智慧，察是招用。如果用佛法来讲呢，明是根本智，察是后得智。啊，明是招见的，无所不知啊。无所不能的 啊！可是明察是从极定来的，所以心不极定，智慧就没有了。心如果要乱，事情如果要烦，他生烦恼不生智慧，烦恼来决定政策。很少不出乱子的。中国这套学问呢，
妙绝了，外国人没有啊。啊，外国人的确很少。我们在二次大战只看到艾森豪，欧洲战区的总司令啊，盟军的总司令，指挥欧洲十几个国家的军队，啊，把轴心国打败了。我听人家说，艾森豪天天都打高尔夫球，若无其事。他有定。那别人问他，你每天处理这些事情那么多，你还有心思在玩吗？他说我没事情，我只指挥四个人。落海空联勤四个总司令，我只管四个人，别的都不管，不闻不问，那是他们管的嘛？啊，管四个人好管，所以每天空闲的时间很多啊，啊，很冷静，决策就不会错误。我们看到《资治通鉴》里面有一篇文章，司马光写的《淝水之战》，很有名的这篇文章。我们以前学校念书，过文里头都选这篇文章。那是写什么？写谢安，晋国的谢安。谢安他是晋国的军队只有24万，苻坚的军队有70-80万。啊，晋朝那时候人没有不慌张啊，从上到下了，这个宰相沉得住气，若无其事，还跟朋友下棋。啊，有定，他才有智慧，对敌人状况完全了解。啊，双方情况了解。啊，统帅晋国军队的是他几个子侄晚辈啊，教他们说怎样去应付敌人，那一仗打赢了啊。苻坚也在败后的时候被他部下杀掉了，也篡位了啊，80多万军的时候就瓦解掉了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了。你这个头要一乱，整个就慌了，那就真的失败了。啊，头不乱，有定功，他不会失败。啊，即定明察，治家不能少他，公司老板要学他。国家领导人更要学他啊，宗经录曰：“以一心为宗，照万法如镜。”这个一心为宗啊，就是即定；照万法如镜，就是明察。佛在经上讲了多少次啊？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啊，我们把心放在一个地方，放在一处，生智慧，什么事情都能解决。啊，如果心要放在很多琐碎事情，乱了，那怎么行啊？公司有许多部门，
每个部门有总经理，就像在下底下部长一样。每一个部门有每一个部门总经理去策划。啊，总经理像宰相一样，他要一心不乱。他要有明察。啊，这个公司才能经营的好啊。啊，他是面面都顾到啊。治家、治国、管理公司，一个道理。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就常说，会治家就会治国。因为中国古时候家是大家庭，五代同堂啊。啊，中国有讲六亲，六亲有一种说法，上三代，下三代。啊，上面三代呢，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，上三代；下三代呢，儿女、孙、孙女、重孙女。啊，这叫六祖啊。很有道理。啊，智心一处，今天用在科学上，科学的极光就是智心，智光一处。因为光是散乱的，它是往四面照的，你把它收集起来，照一个方向，那个力量多大？啊，光分散了，一张纸它都透不过，都把它遮住了。如果把它集成一处，一条极光。钢板都能穿透，这就是佛在经上讲的智心一处，无私不乱。所以不要以为哦，我什么都不管了，我就把心收在一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错了。那个力量太大了，智心一处就是直身智慧，决定不生烦恼。一心不乱啊。啊，我们念佛的人要把这个功夫学成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不是在凡尘同居土。啊，至少它是方便有余土，功夫稍微好一点高一点的，那肯定是十宝土。啊，也就是说明凡圣同居土是散乱心去往生的。啊，不是一心不乱。啊，是一心不乱，方便有余土，理一心不乱，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一心太重要了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学东西。学一些啊，老师教学生，老师有智慧，哪一个学生可以栽培将来能够负重大责任啊？还有一些品质稍素质差一点的普通的，那就可以放松。为什么他学不成功？真正有天分，素质好的，啊，有孝心，有敬心，啊，孝顺父母，尊重师长，这个人会有成就。啊，那一定要帮他什么？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一门深熟，老师每天督促他的，
那是戒律，规矩，不依规矩，不成方圆。守规矩，一门，至心一处，教你一部书，啊，教你们先教你背。背书啊，是修戒定慧，目的在此地。啊，守老师的规矩嘛，这就持戒嘛。啊，读一本书，从头到尾把它念，被人修定，因为你要打妄想，你背不出来了。所以背书是修定啊。啊，这个定叫根本智啊。啊，这个定得到之后了，其用处它触类旁通，智慧就升起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智慧的时候，我们只能讲明啊，起作用的时候察了。从小训练啊，这一部书统统会背了，再换一部，换一部，还是叫你都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大彻大悟。你这个背诵不能终止啊！啊，到什么时候再终止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不要再背了。所以，背书是一种手段，修定的手段，开智慧的枢纽。啊，现在人很多人反对小朋友背书，背这个干什么？有什么用处啊？他不知道，古人背书是修定，用背书做个手段，啊，有好处。为什么呢？书都记熟了，都记熟了，这是附带的，这不是主要的，主要是叫你得定，叫你不要胡思乱想。啊，清净心生智慧，这是真正的目标。啊，古人用心比现在人细啊，比人观察比现在人周到啊。啊，这些你看现在都收获了。不解释清楚，不知道古人的智慧，不知道古人的观察，啊，微迷观照啊，这古人呐、啊，是即定如静之体，明察如静之用，啊，这个静字就代表智慧，静之体根本智。尽其作用是厚德之道见呐、啊，寥寥分明，秋毫不爽，故曰明察。就看透了啊！即定明察，就是即而常照也，纯粹是智慧的作用。啊，为大道士，这要发愿呢。啊，大道士是什么？在佛法里面讲，佛为大道士。啊，一般人不能成道士啊。导师的能力是能够帮助众生。了生死出三界才算是道士，你引导他脱离六道轮回，引导他脱离十法界啊，这样的人才称大道士。所以大道士是对佛的尊称啊，对等觉菩萨的尊称。底下说，能如普贤大师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以最极圆顿之法普利九界众生呢，故云大道士。啊，普贤等觉菩萨了，
故佛再来啊。他有智慧，他有德能啊，以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，帮助大众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真有吗？普贤菩萨真有吗？有人告诉我，某某人是普贤菩萨再来，某某人是观世音菩萨再来，我们相信不相信？学习过大乘的人相信啊？为什么相信？佛说得很清楚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那谁不是佛菩萨在？个个都是，这有什么稀奇啊？你今天一心学普门品，你就是观音菩萨再来。你今天一心学普贤行愿品，你就是普贤菩萨再来。学地藏经就是地藏菩萨再来。学无量寿经，你就是阿弥陀佛再来。不就这么回事情吗？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你在学校就读文学，你说虽然还是在学生，你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啊，可是你朝这条路走了，你是文学院的学生啊。只要你努力，你一定会拿到学位啊。你是哪一个科系的，把这个科系名字关给你，就像菩萨这个法门一样，学地藏法门，地藏灌给你，你是地藏法门的学生。你学普贤法门，你是普贤法门的学生，就这么意思，很普通啊，没有奇怪呀。都被人胡思乱想，想变成奇怪了。那么每一个这科系，菩萨的级别有小学，有初中，有高中，有大学，有研究所，你是哪个级别的？小学一年级就一点都不稀奇了。普贤菩萨有小学一年级的，那跟我们差不多，高不了太多。菩萨51个年级，分为五个大的级别。摄心好比是小学，摄住好比是初中，摄回向高中，摄行高中，摄回向大学，摄地研究所，等觉博士班，不就这样的吗？你是哪个等级的？你开始学的你学普贤菩萨，摄心为初心，那一年级小学一年级，二心为小学二年级，你是哪一个学级？这不就清清楚楚的？所以这个不稀奇。所以现在一般人对佛法了解的少，不读经不知道。我听说某人是某菩萨再来的，就觉得不得了了，不是的。他是学某个科的，还要看他是第几级的。那小学这十个年非常平常，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观赏。
啊，我们学无量寿经，这学阿弥陀佛的。啊，我们是几年级的阿弥陀佛？小学一年级的阿弥陀佛。再来的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所以你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一点都不稀奇。啊，真正有神通、有作用，那就不是一年级了。啊，应该是什么呢？六七年级以上。啊，他就有超越普通人的能力，无论是在智慧，是在德能上讲，都比一般人要强。啊，别看他是小学，他那个小学素质很高。啊，所以普贤菩萨，此地讲的普贤菩萨，是华严经上的等觉普贤菩萨。这个普贤菩萨，他是波斯班的。啊，他有能力用十大愿望，十大愿望是华严经修学的总纲领。总原则。于是华严会上的菩萨修什么我们知道了。第一个离境。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沉浸啊。一分沉浸得一分离。十分沉浸得十分离。百分沉浸得百分利益，万分沉浸得圆满利益。你有几分沉浸心？啊，如果我们以菩萨等级来说，实性为菩萨沉浸。摄住菩萨，那就十分沉浸。摄行菩萨就百分沉浸。摄回向菩萨千分沉浸。摄地菩萨万分沉浸。的理业像印光法师讲的不一样。十分沉浸的十分利益，百分沉浸的百分利益，千分沉浸的千分利益，万分沉浸的万分利益，一点都不错啊。我们要没有沉浸心，什么都得不到啊。沉浸心从哪里修啊？从父母。你对父母都不沉浸，我对老师沉浸，骗人。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佛法还要看你的起点。啊，起点三业净福第一句，孝养父母。啊，对父母都不诚不敬，对别人肯定有企图，不是真心。那佛法观察如微也。观察细密，要求严格。啊，孝敬父母，奉师师长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共同要求。这个根基，不是这个根基，
你不能成就。啊，你在儒不能求，不能成为圣贤，连君子恐怕都做不到。啊，在佛不能成为佛菩萨，绝对做不到。啊，成见多么重要啊！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丘，这十大愿望的时候也有高下不一样。十地菩萨有十地菩萨的十大愿望，十住菩萨有十住菩萨的这个十愿的讲法，啊，十信有十信的讲法，越往下讲的越浅，越往上面讲的越深越微细，啊，都是这十门功课。我们初学也学的十门功课，头一个学理解。啊，那么所有的菩萨阿罗汉都学礼敬，那些人学的礼敬跟普贤的礼敬有什么不同？在形式上看没有两样，你看不出来，从心地上看呢，那就差别很大。普贤，地上普贤菩萨，那个心量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所以他是万分沉静啊，得万分利益了。他那个沉静心，不但对诸佛菩萨、对父母、对长辈，啊，乃至于对蚊虫蚂蚁、对花草树木、对山河大地、对一滴水、一粒微尘，都像对佛菩萨一样，绝对没有两样。真诚恭敬到极处啊！所以他得万分利益了。啊，我们初学在我们这人道啊，对我们讲人是最小的了。佛啊，菩萨、圆觉、声闻、诸天，再到人，人是最低的，好像小学。对人叫我们礼敬祝福，只要对人做到礼敬就可以。啊，没有讲到对畜生，没有讲到对植物，没有讲到对矿物，啊，所以往上面去，矿物都包括在里头。啊，这就是范围大小不一样，恭敬心的程度不相同，一定是先从轻做起，啊，人。从小天性嘛，性德嘛，子女对父母的恭敬，慢慢长大了对家里面的长辈恭敬，啊，对这个祖父母、曾祖父母，对自己叔叔伯伯，啊，跟父母同辈分的。啊，年岁比你长的是兄弟的长辈，啊，大哥，这尊敬，这是我们现前学十大愿望礼敬诸佛的一个范围。越往上去呢，心量就越大，
啊，包括的对象就越多。到等觉菩萨，那个心量是遍法界虚空界，十方三世通通包括在里头，叫大圆满了。啊，离境如是，赞叹也如是。啊，可是赞叹里面就有限制，离境没有限制。啊，赞叹限制是与性德相应的赞叹，与性德不相应的不赞叹，也就是说，善言善行赞叹，恶言恶行恶行为不赞叹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引恶扬善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离境呢？不分善恶，善人离境，恶人也离境。啊，这个没有分别的。啊，只是一味的恭敬待人。啊，善人欢喜，更加勉励，恶人你对他恭敬，慢慢会感化他。啊，他做错事情，没人说他。菩萨决定不说人过失，也不把别人过失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，你心里就难受啊。何必把人家的啰嗦放在自己的良心里头呢？自己的良心变成别人的啰嗦桶，这个才是冤枉了。这是你自己找的，不是别人教你的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良心决定不收集别人的啰嗦。啊，别人的善言善行我们要记住，别人做错事情决定不要去理会他，决定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你就错了。啊，心里头没有，口里头怎么会有？就不会说别人过失，这叫积德了。啊，这两个都讲的用心。普贤第三愿，是广修供养。我们现在知道，每一个人命里面的财富、智慧、德相，啊，德是功德，相是相好，都是自心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可是，迷失自信的时候，没有明心见性。自信里面东西拿不到啊，你享受不到，虽然有啊，好像封存了在那边，那就要靠修德，我修一点才能得到一点。可是会修的人，他的修德跟性德了可以通达，用自己的修德把自己性德里面东西也引出来了，高明啊！那性德里面的智慧财富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啊！华严经上佛教给我们这个广修供养，就有这个意思啊！啊，供养跟布施是一样的，事实上讲一样的，用心不一样。用恭敬心叫供养，凭普通的一般心就叫布施。啊，所以布施多半是得福报，但是供养的时候有功德，
为什么？你是真诚心，它跟功德相应啊。那么财供养的财富会把自信里面的财富引出来，发供养的智慧也能引发自信智慧，无为供养在健康长寿，能把性德里面的相好引出来。怎样才能引出来？真心啊，带着一点妄心就引不出来。什么是真心呢？完全是利他，不要自利啊，自利决定是妄心啊。你看佛教的入门啊，小乘须陀洹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，头一个要放下的、要破的，就是身见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：“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处者相。”谁做到了？须陀洹做到了。啊，初信位的菩萨做到了，那入门头一个条件呢？所以佛的门槛很高啊。我这么多年教同学，我教16个字啊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我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我们把这16字做到了，有没有入学啊？没有。入学是小学一年级，我们还没有入学，我们在幼稚园。我们直到佛的小学的门口没进去，进去我这个条件不行，进去要用佛的条件，那就是《金刚经》的破四相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你就入门了，就进去了啊！所以我只带大家到门口啊，没进门呐 啊，那进门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啊，必须先把这16字做到，你才能真正放下无中见惑，你才能入门啊。所以这个我这16个字叫入门的前方便啊，好像学校先修班，这很重要。如果这个16个字你是做不到的，你永远不能入门。换一句话说，84000法门，你修学任何一个法门，你都不会有成就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你有心遇到净土，还行。净土呢，待业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。要晓得，一入门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了。哎，就是。小乘初果，大乘初信，这都是一年级，大乘小学一年级，入了一年级了，就不是凡人了，圣人了。这小小圣，我给他起名的小小圣，小小圣很可贵啊，他不是凡夫 啊，他往后啊，只有往上提升，不会往下堕落。而且他在六道里头有期限，天上人间7次往返就超越六道了，他不要到第8次，肯定超越。啊，在六道里面7次往返天上人间，他决定不到三恶道，都得到保证了。啊，所以佛教大学
佛教小学啊，佛教中学取舍的标准很高啊，不是普通考试，哎呀，考试及格就行了，不是啊，他的标准是德行啊，他的标准是真的放下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还得要认真努力去学习。啊，那么知道供养修福啊，欢喜修福，有这个力量赶快去做。而修福当中，我们看诸佛菩萨，他把哪一样排在第一？几乎诸佛菩萨都是一个宗旨，一个原则，把觉悟众生摆在第一。怎样帮助众生觉悟？为什么？众生觉悟了，就离苦得乐了。啊，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来的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清楚，凭自己想象，往往想错了，就带来了苦难。你要是觉悟了，你思想纯正，见解清晰，啊，言行沉静，怎么会做错事情？哪里会有苦呢？所以离苦得乐的方法就是破迷开悟啊！佛菩萨用什么手段呢？教学。佛菩萨不做过往，佛不菩萨不从事其他的行业，专门教学。诸佛菩萨个个如是啊，所以他们所干的老师都干这一行啊，而且都是职业老师，还是义务老师，不要供养的，不收学费的啊，乐此不疲。他们把这个摆在第一。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世，因为他的乡音很重，他山西人，住在南方，你听不懂他的话，所以讲经你听不懂啊，法缘就不殊胜了，所以老人家就不讲经了，你听不懂吗？啊，用什么方法？用文字，用文字来弘法。你看他的著作一本文钞啊，那就是他的讲义啊，他用文字啊，而且设方的供养全部印经啊，不干别的事情啊啊，有地方有什么旱灾水灾了，他在印经款项里头拨一点钱去救灾。我看到印光大师这一些教诲，我这一生就学他，所有人对我的供养我认输啊，没想到啊，做梦都想不到啊，年轻时候那么辛苦，一块钱都很困难啊，你看这几年我们大藏经差不多快到一万套了啊，现在好像已经到了七千多套，大概是七千多套的样子啊，快到一万套了
啊，没更没想到，似乎全输。啊，前年商务印书馆筹划重印《四库全书》，我给他订了100套，这以前怎么敢想啊？啊，世界书局印的《四库会要》，啊，他们的总监理把这个事情告诉我，我马上给他订了200套。啊，200套会要，100套全书，每斤就1000多万了。这些钱是释放供养来的，我就用这个全部都花掉啊！啊，保存中国传统文化，所以当时这2套书。我得到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个东西是可以保存，谁去看呢？如果将来没有人能看，这不等于废纸？那不管用啊！啊，所以很早很早年，大概是20多年前，我就想到。把这些宝贝啊，里面重要的精华的，现前社会用得上的，把它揭露出来，变成一本，这就是制药嘛。唐太宗就搞这个吧。啊，但唐太宗偏重政治，啊，群书制药是政治的，啊，我们做学问，就四库里头用这个方法抄出来做学问，中国传统的学问。做了，我弟弟帮助我，在上海找了几位退休的老教授，啊，我们也给他一点报酬，大概花了5-6万块钱人民币，啊，做出来了，东西交给我了，看来不实用，不理想，啊，所以就放在一边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看出文化造诣的水平不相同啊！古人比我们高明太多了啊！我这个想法，没想到古人想到了，在我之前，我还没出世，他们就干了。我看到他的序文，他们做了8年的时间，做出来。经史自己里面的精华选出来，叫过学之要。他们那序文里头说得很清楚，为什么用之要呢？就是唐太宗群书之要，哎，都是从他那里引发的这个构想，啊，就是把书里的好东西记录下来，啊，变成8册，啊，四库全书现在。精装一共1500册，1500册变成8册，这就有办法了。所以我说，这部书是四库全书的钥匙。我不知道有这部书，我是找群书之要，在讲经的时候提出来，就有同学听到了，他们替我找，居然找到2部送给我。这个我不知道的是，他也送了一套给我，啊，告诉我可能呢，这个书大概全国就剩这一套了，可能没有第二套了。书拿着很旧，民国初年的版，很旧，但是很好，难得的字都没有缺，啊，字都很完整。我赶快找世界书局，找他老板来给我印1万套，啊，群书之要1万套，过学之要1万套。现在一些年轻老师我都送给他们，
将来有人读了，我们传统文化不会失传，有这么一套宝贝。啊，我看他的序文，他这部书写完成之后，真正做完了8年完成，丁卯年我出生的那一年。啊，在我出生之前8年，他们搞成功的，那个时候的一些专家学者、老教授们，啊，剩了这一本，我得到了。我把版权都交给世界书局了，我不保存这书，世界书局保存，好好流通，啊，把价钱定得最低，不要赚钱，啊，要爱护中国传统文化，啊，要方便呢年轻的学生，他没有钱买书就送给他。啊，这老板都能做得到啊！啊，真正清寒学生想得这个书，没有钱送给他。啊，所以这是广修供养呢，会做功德。啊，全都在文化，全都在教育。再找不到这一样东西能够超过的，解决社会上一切问题，个人问题、家庭问题，啊，社会、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问题，在佛法讲变法解虚空界，通通是教学。啊，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？好在哪里？好在是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。没有一天空过啊，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听经闻法不会中断啊。你说我讲堂坐得太累了，出去玩玩散散步，树木花草小鸟都给你讲经说法，这不中断吗？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中断啊，你都看到像我们看电视一样的，你看到阿弥陀佛的形象啊，讲堂的形象，也听到他的声音啊，所以那是个大学校啊，是非常完美啊。我们今天讲现代化，那是科学发展到极处的讲堂啊，设施啊，啊，我们这个60年学习知道佛经不但是最高的哲学，也是最高的科学啊！因为科学跟哲学到现在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佛经上有。他们如果要科学家真正要知道佛经有这么多好处的话，他来学，我们相信他就成佛了，他就最后这一关，只要把起心动念放下，就成佛了。啊，在佛法拿到最高的学位，最高的学位叫佛陀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大学里叫博士。啊，佛教的最高学位佛陀。啊，所以要懂得修福。啊，广修供养真的修福报。有福报还得有智慧啊！要想求得智慧，真正智慧，先把障碍除掉。我们为什么求不到智慧？因为有障碍，障碍是什么？业障。所以接着忏除业障啊，忏悔业障，业障消除了，智慧就现前这是
普贤菩萨用什么方法把我们导归极乐？这方法太妙了！啊，真正发心忏悔啊！什么叫真忏悔？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后不再造叫真忏悔。如果忏悔了，你还后面又还再造，那就不是的了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忏悔形式不重要，实质啊，真回头啊，真不干了。啊，从内心不再有一个恶念了，这你是真惭愧。恶念没有，当然你没有恶言，也不会没有恶的行为。啊，回归心德。啊，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，五伦真做到了。无常仁义礼智信做到了，四维礼义廉耻，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，你只把这些做到，真做到啊，然后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很容易，自然就不会违反了。那么我们学习世间法，取得圣贤君子，佛法取得佛菩萨这些地位，就有可能啊，有指望啊，不是做不到。啊，人人都能做得到，为什么我们不做？啊，而且大乘佛法中心的目标就是要成佛。成佛什么？成就自己究竟圆满的智慧干能，是为这个。成佛在这个世间难，要换一个环境，到极乐世界去啊，清净阿弥陀佛，在极乐世界成佛，成佛之后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这一桩事情，你越想越好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，真的大自在啊，没有一毫的拘束，没有一丝毫的障碍啊！在这个世间我们学习，处处都有障难，对于障难我的那些人，我感恩呐，他感什么恩呢？他催到我赶快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你为什么不去？为什么不早点去？赶快去！我感恩他们，他们在逼我，他们在催我，要我赶快去，那我就真想赶快去啊！啊，所以。你永远没有一个冤家，永远没有一个怀恨的人，没有啊，人人都是我的恩人啊，正面帮助我，反面帮助我啊，这逆增上缘他通通帮助我，都在帮助我提升，我怎么会不高兴啊？怎么能不感恩啊？那他们
有没有因果责任？有。他如果真的是恶意，他不跟我结罪，那他跟我没罪，那为什么呢？我感恩他，他怎么会有罪呢？他的结罪在众生，在佛法，他把佛弘扬佛法障碍住了，让很多众生没有机会再闻正法，他从这里结罪啊，所以对我有利，对他自己本身不利。啊，那我们将自己修学功德回向给他，他纵然在恶道啊，他受罪会减轻啊，这我们帮助他啊，我们报他的恩呐啊，是因为他帮助我们提升啊，所以业障铲除之后，跟智慧越来越接近亲近了啊，修随喜功德啊，随喜我们现在叫随缘，业障消除才能随缘，随缘里都成就功德啊，善缘，不起贪念啊，不会引起我们自私自利，不会引起我们的名闻利养，这叫功德。如果这个东西引诱我们，我们这个念头一生那完了。你说是魔是佛，在自己心里头，外头没有。如果你起了贪念了，啊，起了自私自利了，那外面是魔。这个境界是魔界，你上当了。如果外面境界是逆境啊，是压迫你的，是伤害你的啊，你没有怨恨心啊，证明你功夫不错，没有怨恨，你向上提升啊，他干的他堕落啊，所以顺逆境顺境呢，都是用平等心，都是用温良的态度成就自己，提升自己，这个幅度快啊。那我们在现前就有这个机会来锻炼了，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永远存着感恩啊，顺境逆境一样感恩，善缘恶缘也一样感恩，这提升自己啊，自己一天到晚叫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啊，啊，像弥勒菩萨一样啊。你说多自在，你说多快乐啊，这个就是方东伟先生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人生最高的享受不是财富，不是地位，与那个不相干。善恶境界都不染啊，顺逆都不动心，这才是最高的享受。这是我们学习的，有这样的享受了，那要学佛了啊，这种人学佛快啊啊，请转法轮，请佛主持。你看到善恶两边，这个人有福了，大福报啊啊，这人生最高的享受就是享福啊，佛要会啊，佛报有了要求智慧，智慧到哪，智慧要向佛学啊，所以要勤转法轮，勤转法轮是勤佛讲经啊，勤佛住持是勤佛在这一个地方建法床
不要离开啊，长期在这里教学，那请佛出世啊。清转法轮通常都是讲一部经啊，大经两三年讲圆满啊，普通一般经多半是一两个月就讲完了啊。像华严经我们这样讲法要讲一年，一天四个小时啊，大概一年1200个小时可以讲完，都在住一年啊。我们现在快到1000小时啊，这个十愿后面三个是回向，真正的愿就是七条，前面七个，后面三个回向，回向自己的愿行啊，回向菩提，这就是我的努力修学，我为什么？我希望得到什么？得到智慧，菩提智慧啊！不为升官，不为发财，只求开智慧。啊，第二个回向呢？回向众生，希望众生每一个人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，都能够有缘分闻到圣贤的教诲啊，对众生啊。最后一个回向是回向实际啊，这是哲学里面讲的本体，一切归功于自信，信德的大圆满呢，回归自信，就最后回向，就是回向自信啊，回向实际，实际就是自信。啊，可见他不为别的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一部经开讲以来，我们的回向是回向地球上所有一切苦难众生啊，包括山河大地啊。你看我每一次讲经完了之后，在讲台上做回向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听经闻法，都能够开悟，都能够回头，不再造恶业了。啊，从今之后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。啊，将我们自己的心住在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最后教我们住在阿弥陀佛啊，向往着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十大愿望倒背记录。你看一最极圆灯之法，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再没有比这个圆满，灯是快速，圆满快速达到极处的这个方法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所以真念佛人一定要记住，我每天心里都是佛号多还是杂念多？如果我的妄想杂念超过佛号，你就得拉警报了，这不是好信息。我今天这一天呢，我心里佛号多，妄念少，好消息，好信息。
你能不能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，不靠人助念？啊，我往生的时候清清楚楚，不害病，站着走，坐着走，什么功夫啊？说穿了，就是我这句话。你这一天当中是佛号多，是妄念多？佛号胜过妄念，你就做到了，不难做啊。我们这一生当中看到好多过啊，那都是好例子、好榜样啊！啊，你亲自看到，你能不相信吗？啊，地仙老和尚、锅炉匠那个徒弟，你看看，念佛三年站着往生，啊，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，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，死了站三天呢。啊，香港同学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以前地仙老和尚的学生谭师常常讲的。啊，常怀法师谭师的学生呢，哦，我早年40多年前在佛光山教书，佛光山有个工人告诉我，他们的乡下将军乡距离佛光山不远，将军乡有个老太太念佛三年站着往生，他没有生病啊，欲知实质啊。啊，我在美国旧金山，甘老太太告诉我，她有个朋友，也是个老太太，儿子媳妇都在美国。啊，儿子在美国念书，以后在那边结婚，生了小孩了。啊，把老母亲找去带小孩，那夫妻两个工作了。啊，那个环境清净，一天到晚没事情做，念佛。啊，念了几年，走的时候坐着走的，没告诉家人，家人也不知道。啊，只是每天早晨，老太太起来烧早饭。哎，这一天起来，老太太没烧早饭，没起来。啊，美国老人的房间门是不锁的，怕有事情，就打开。房间一看，看老太太盘腿坐在床上，穿着海青，啊，整整齐齐。进去一看，走了，不晓得什么时候。啊，老太太很厉害，写了遗嘱摆在面前，早就写好了。啊，没告诉任何人。啊，而且把儿子、媳妇、孙子的校服。他都做好了，啊，都摆在床边上。他们那些老朋友看到，佩服啊，真功夫啊，不要人助念了。啊，什么本事？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他每一天佛号胜过杂念。啊，我们要想将来走的时候走得这么自在，这么潇洒，你就要记住，妄念放下，那是障碍，那是啰嗦，要把它清除掉啊！啊，正念提起，正念就是一句佛号，啊，一天到晚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别中断。你就会有这么殊胜啊！你走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想走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来接你。
啊，我们这看到这么多的样子，你还能不相信吗？啊，这么多样子在你面前显示，就是大慈大悲啊，做出来给你看了。啊，讲给你听，你不相信啊，是做出来给你看。啊，前些年，深圳的黄忠昌，多好的榜样啊！啊，他听我讲经，听说《往生传》里面所讲的，念佛三年就能往生，他试试看。他三十几岁，三十刚出头，年轻人啊，乡下里的护官照顾他，在官房里面每一天念一部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，还不到三年，差两个月，两年十个月，欲知时至，自在往生。证明了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里面记载那个不是假的啊！三年往生不是你寿命到了，你寿命不要了，我功夫成就了，我要求阿弥陀佛，我现在就去，你来接引我啊！寿命不要了，可以，佛会答应你。啊，佛很慈悲耶！真条件具足的时候，想什么时候去他就来。啊，我们这一动念头，他就知道。这为什么不干？啊，如果将来我们往生了，有好多人作念，一会来探探这，探探那，这是下下策。啊，我们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啊，那我们比锅炉匠，比如像您像老太太，可是差远了。啊，真正有志气。不能落在这些人后头啊！啊，这些人都没念过书，都不认识字。啊，人家凭借的就是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就这么六个字，他就成功了。那我们自以为聪明，学的这个学的那些，到后临终的时候手忙脚乱，啊，错了。所以要干真的，不能干假的。这个方法真的啊，最极圆灯之法，我们遇到了一定要珍惜，一定要以教奉献啊，不能错过啊。所以这叫做大道师决定能帮助众生在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调伏自他，调调和，调理调顺，调其心也。修行人要重视啊，福享福。享福是烦恼习气啊，享福即非心也啊。这个习气里是最严重的就是欲望，一定要把欲望享福啊。要知道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欲望，欲望是六道轮回，
你不放下欲望，你就永远搞六道轮回。你想这一生当中脱离六道轮回，欲望要放下，对佛法的欲望都不可以。啊，我要在佛学佛门里头广修多闻，讲来做大法师，这还是欲望。将来到哪里去呢？还在六道轮回，出不去。欲望没有，只有随缘。有缘就做，没有缘就不做。没有缘，决定不要攀缘。攀缘是欲望。啊，没有欲望的人心清净的，有欲望的人心烦躁。啊，这是头一个关口。啊，欲望放下，财色名食睡都放下。啊，才真正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什么都好。啊，生死都不放在心上。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这放下就是啊。啊，我感激张家大师，我跟随这个老人，头一天见面，他就教我看破放下。啊，我向他请教一个问题。大乘佛法有没有方便法门让我们很快能够切入？他教给我就这四个字，看破放下。啊，我通过60年的学习完全了解了佛法修学实际上就这两个字，看破，帮助放下，放下又帮助看破，啊，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，啊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到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放下，他成佛了，通通是啊，啊，听经，啊，这个读经听教，帮助你看破，那为什么？真相了解了，你才肯放下了。那你看欲望，你要不晓得欲望，你多喜欢这个，多贪呐、啊！你要知道，欲望是轮回的因，不能干。那搞这个，我就出不了这个轮回了。啊，我放下它，我又既有办法处理得到啊！啊，你才肯放下了，要不然你怎么肯呢？啊，谁不喜欢财色名食睡啊？那佛告诉我们，地狱五条根，啊，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，有一条，你就有机会堕地狱了。要是五条通通有，肯定，这叫什么？造地狱业。啊，明了就是看破。啊，明了这个东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有害的，不是有利的。啊，眼前好像有一点点甜头，后面太苦了，你付出的代价太严重了。啊，你能够想到后果的时候，决定不干了。啊，所以调和、调理、调顺、调起心，特别在今天这个社会，这个社会动乱，动乱的根源是什么？是人心坏了。怎样调和？怎样调理？怎样调顺？啊，如果把这些方法明白了，智慧生起来了，
就有方法帮助众生，帮助社会。啊，所以这一样挑福，福很重要，福享福，享福是对自己讲的，不是对别人讲的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，降服自己的妄心，什么心？降服自己的贪心，降服自己的嗔恚，降服自己的愚痴，降服自己的傲慢，降服自己的怀疑，贪嗔痴慢疑。这就成功了。啊，要修养真实的道德，要求真实的智慧。啊，可是有这五样东西在捣乱，你真实智慧生不起来。啊，要想生真实智慧，这五种捣乱的东西必须把它降服住。啊，贪嗔痴慢疑。把它扶住了，你的伦理道德因果智慧就会增长，肯定的。啊，你就能够学得成功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云：“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”所问呢，正是降伏之意呀。啊，佛在经上《金刚经》上这两句话，就这个意思。这是修行，功夫能不能得力？最重要的一个关口，能不能降伏？若引申其意，则开显本性。是调字意，就是调伏。降伏非心呢，是佛字意。为大道士者，必于自心他心，心能调伏，自身入道，亦普令众生入道。自性大觉，也广令众生入于觉道，这叫大道士啊！啊，所以调是智慧，要懂得调顺自己。啊，我们初学的人讲，调顺自己的情绪。啊，情绪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好，一个恶，他说一个是喜欢，一个是讨厌的，这两个都不好，都是严重的习气。为什么呢？喜欢的长贪心，啊，讨厌的生嗔恚心，这两样东西。他给你的是带动你的贪嗔痴，是三毒的源啊！啊，贪嗔痴慢疑，是我们心里面的烦恼的因，这它有这个因素，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。如果没有缘呢，它潜伏，它不起作用。啊，好恶是缘，就把它带起来了。啊，带起来它发作就造业了。啊，贪会帮助你什么？帮助你贪念亲情，麻烦大了。
纠缠着你出不了轮回。啊，成慧心的时候，引火你的怨恨，啊，引起对方的报复，将来在六道里头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你这个人多麻烦。所以都起源说好恶，好恶不能不小心啊，不能不谨慎啊，啊，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的，而且常常犯的，犯了自己不知道，将来果报现前，后悔莫及，太可怕了。啊，所以真正功夫在哪里？在喜乐善用。啊，就在好恶善用啊。啊，才有一念喜欢阿弥陀佛，才有一念厌恶阿弥陀佛，到阿弥陀佛这个地方就摆平了。念佛人的法门好啊，所以今天称是最极圆顿的。八万四千法没比这个方便的，这法子太好了啊！所以就是你要用得快。古人讲的话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要快啊！顺自己意思，喜欢的心才动阿弥陀佛，赶快阿弥陀佛把念子打掉啊！遇到讨厌的、不喜欢的，赶快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把那个不喜欢念头打掉。啊，永远保持平和中道，这就好了。啊，从平和中道里生真正慈悲心。啊，慈悲心是真的爱，里面不带感情。里面是智慧，所以慈悲是智慧的爱。凡夫讲爱里头有感情啊，那个是六道轮回里头的，慈悲六道轮回没有，真爱啊，这大导师不容易啊。啊，必须于自心自己能调伏，自身就入道了，契入了，他才有能力帮助别人，自己觉而不迷了，才能帮助众生入于觉道。啊，所以底下一句说得好啊，引导群生协助爱主。啊，这个爱就是欲望爱欲。主是执着。啊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。啊，只要真的不执着，那就恭喜你。你已经得到小乘须陀洹的初戒了啊，大乘就是初行位的菩萨，靠近了，真断了，你就真得了啊，没有真断的时候很接近，这好事情，越来越接近啊，是一个爱世间人的一个着，执着，执着见思烦恼啊。现在世间人都讲爱啊，不讲爱不行啊。
但是这个爱里头有钱。我们要劝导大家，这个爱是理智的，不是感情的，这就没事。若这个爱里头有情的话，麻烦就大了。佛法里头把爱后头加个着，这就提醒大家。爱要不着，这就是大慈大悲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